Chingueras.莫言，我们是不是要结婚了？小傻子，你先挑选珠宝和礼服，等我从国外出差回来以后，我一定给你补办一个盛大的。好，照顾好夫人。是，秦爷。该拖地了，夫人。真以为自己是秦家主女、啊？你就是秦家捡回来的一条狗，又丑又傻，还失忆。一个傻子也可以怀上秦爷的孩子。秦爷的心上人明明是夏晚晴，夏小姐。你就这么喜欢做小三？不是的，我不是小三，还敢狡辩？方言刚打电话说有份协议需要你签名，可是我看不懂字。你是他的夫人，签你的名字就好了。会不会写你的名字呀？会，方言教过我。念晚，想念夏晚晴。你可真是个傻子呀！告诉你句实话吧，他要跟你离婚。不可能，我要去找他。好，我现在就准备车子。车备好了，夫人走吧。肚子好痛，我的孩子。姐姐，姐姐，我们一起去爬山吧。姐姐，那项链可真好看。是因为你先出生，是沈家长女，就夺走我的一切吗？沈家千金真是我。我想起来了，我根本就不是盛小傻子，我是沈家千金。怎么又想起从前的事情？当年我怀的是双胞胎，如果大宝没死，应该跟小宝一样可爱吧。怎么了？神童，不好了，小少爷去了帝豪酒吧，说是要替你解除联姻。小秦少，你真的要和沈依依结婚？我听说他和山里也很顺，还有个来路不明的儿子，真的放荡的很啊！还不是为了袈裟王冠的三叔秦望言，非得让我重罪，气死我了！我现在想到那个女人，不犯了你。等我娶到沈依依，送给你们玩。他妈的，谁干的？这不我三叔宝贝儿子吗？小祖宗，这门板儿你踹的？什么三叔的儿子？我明明是依依妈咪的宝贝儿子。夫人呢？我不给你踹门，我要踹你！祖宗，别打了。小祖宗平时三步一磕，五步就倒，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？我是你老婆啊！妈咪不是说我爸爸早被人乱棍打死了吗？该吃药。放开我，大魔王！我没病，我不吃药。
身上没带钱，那就打电话让你妈咪送钱来，不然我揍死你。没有妈咪，我只有带弟。小子，仔仔，你说错了，你是只有妈咪，你爹地早就化成灰养走了。你是干啥的？仔仔站在妈妈身后，小心血溅到你身上了。她是我妈咪。仔仔，没事吧？以后可不准瞎跑了啊！仔仔。你这衣服是妈妈买的吗？不是我。喂。你妹妹说你不想联姻，我告诉你，这婚啊，不结也得结。都生过孩子的女人，小秦少肯入赘，你就烧高香了。她现在就在帝豪1201房间，你立马去跟她示好。这婚既然这么好，你怎么不让沈安然去结呀？我是看在我们有血缘关系，才勉强叫你一声爷爷。但是如果你再敢插手我的事情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仔仔，你先回去，妈妈有事要处理啊。我这就去退了联姻。小祖宗啊，赶紧把药喝了，一会儿寒针又要犯了。这五年来啊，是秦爷用心头血当药引子，他在燃烧自己的生命，在给你续命呢。听话啊，把药喝了。我没病，我不给他拿开。你无妨，我再给他引一次。锦州，等会儿盯着小少爷把药喝了，我有点累，要去紫萱的房间单独待会。我去，秦爷你好像吃错药了。秦子轩的房间是1201，就是这儿了吧？萱儿嫂子，你别动。是他？你就是给我冲洗的新娘？可以。失忆？你的智商真的只有5岁？小傻子，你要给我生宝宝啊！那你别动。小傻子，你以后就叫念婉，秦念婉，我给你的名字。念婉就是思念夏婉晴。渣男，恶心。小傻子，你又想离开我？他怎么会来月城？不会认出我了吧？不会的，我不傻了，容貌也恢复了。秦望言又不喜欢我，怎么会记得我？喂，袁总，小少爷在你那边吗？我一个转身，他就不见了。什么？这就过来。秋恋姐姐，对不起，我趁着司机不注意跑回来了。可是我不是你的孩子，其实我好想让你当我妈咪。哎呦，小祖宗哎，我一个转身你就不见了。听话，把药喝了。哎，
也不知道秦叶现在怎么样了。哎，秦叶，刚刚还有谁进了房间？方才有个女人经过，好像是沈家千金。所以，我刚才碰到沈英英，那个要和我侄子联姻的女人。小子，沈英英是有点像小傻子。这些年我碰过的女只有小傻子，真没想到我吃错了药，居然把沈英英认成了小傻子。秦言，这你和这个沈家小姐，那联姻怎么办？照常，除了小傻子，我这辈子不会再娶其他女人。秦言。燕婉小姐五年前就出了车祸，还跟你离婚了。我劝过婉婉了，可她就是要跟你离婚。她签下离婚协议后，就闹着离家出走了。谁能想到会发生车祸？就算车祸人，小傻子单方面的离婚协议我也不答应。我对沈英没兴趣，他和子轩联姻以后，他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我的目标只有沈家庄园的温泉。沈家的温泉庄园地理环境特殊，而且有良好的疗效功能，只要能够无限次使用啊，小少爷的寒症一定会好的。沈少爷，沈少爷，班主，班主你怎么了？班主，你们已经吃了药，怎么寒症还是发作了？秦爷，这怎么办？这里今天引过血了，你不能再引血了。救人要紧。秦爷，你听我说，这如果你有事了，这小少爷这能活几天呀？而且咱们和沈家还没有联姻，他们肯定不让我们用庄园的。五年前，抢救了一天一夜，我才把班若从鬼门关里拉回来。现在绝对不能放弃，让不放，那就硬着。臭小子，我不是让你坐司机的车回来吗？你居然偷偷溜回来，你吓死我了，知不知道？那么王处你看得紧，我也是好不容易逃走坐车回来的。如果妈咪知道这事，肯定会担心。妈咪，对不起，我下次不会了。陈总，陈家大厦我的人硬闯了进来，他霸占了东边的温泉，简直是欺人太甚。秦望言这个混蛋，我马上过来。沈小姐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这我们家小少爷突发寒症，情况紧急，我们这才闯了进来。秦昭，照顾好班若。班若，他的孩子？沈小姐，实在是我孩子突发着寒症，急需温泉治疗。你放心，沈家保镖的医药费我会十倍赔偿。你儿子？你什么时候生的儿子？他的母亲是谁？你什么时候生的儿子？他的母亲是谁？夏晚晴吗？无可奉告。看来他根本没认出我来。也对，当年骗我签下离婚协议应该也是为了夏晚晴。我们家侄子不爱姐。开个价吧，多少钱能用这沈家温泉？所以秦爷让秦子轩入赘沈家，就是打了这个主意。刚请就让我跟你的侄子结婚，秦王爷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这双眼睛和小傻子好像。不，小傻子已经死了，他不是。难道你想让我娶你？沈小姐，我劝你断了此念想。除此之外，条件你随便看，只要我秦望言能办得到的，我都满足你。听说你也有个儿子。你在威胁我？我只是让你开价，你不开，进去不吃，那就只能吃罚酒。我有个儿子的事儿，在月城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，当务之急还是先要藏好子
行啊，既然秦爷都这么说了，刚好我缺一个能上天入地的保姆，从今以后你就做我的保姆、保镖以及司机。我堂堂秦家家主，整个月城的中流砥柱，做你这个女人的佣人。做你这个女人的佣人，怎么不愿意啊？那就上了。站住！你不是想讨秦爷欢心吗？操！你看你这个。在秦家的那些日子，我连佣人都不如，谁都可以踩在我的头上的屈辱，也该让秦王爷亲身体验一次了。你愿不愿意做我的仆人？我答应。好，既然秦爷答应了，那我们就约法三章。第一，你只能服从我的命令。第二，去跟我爷爷说清楚，秦沈两家不联姻。第三，你只是我的仆人，不许和我的儿子见面，更不许靠近他。要是见到仔仔，指不定会怀疑我是小傻子。行，你说的这些条件我都答应，但是沈小姐，我希望你能彻底忘了昨天晚上的事情，并且不要再对我抱有任何越界的幻想。你的心上人到底是给了你多大的自信呀，让你如此自大？我就算是喜欢一条狗都不会喜欢你的。没想到他跟夏文清有孩子，我就觉得恶心。我饿了，去做饭。妈咪，妈咪，那个，我突然不想吃了，减肥。明天早上七点，准时的给我做早饭。前脚说不喜欢我，后脚就使劲勾搭我，这招式可真多。是要给小少爷吃的吗？秦爷，你交给我吧。不，这是给沈小姐的。哎呦，秦爷，汤都有了。哎呀，秦爷。签吧，秦爷，你别签啊！沈小姐，我可以做你的奴隶的，这洗衣做饭、打架搞事我都会的，真的。哎呀，秦爷，你这是不想签啊？那就带着你的小少爷赶紧离开文家。我签。你不喜欢吃香？哦，我习惯把最好吃的留在最后吃。王爷，多吃虾虾对身体好。你想吃呢，还有很多，等等。好，那我就把它挑出来，最后再吃。这个女人为什么和小傻子习惯那么像？巧合。喂。你没跟沈老爷子说解除联姻的事情。你没跟沈老爷子说解除联姻的事情。我没联系秦子君。好，好，好，这么玩是吧？那就你亲自跟我回沈家老宅一趟。
你自己去跟老爷子说清楚，我们两家不联姻。快上车吧，青叶。哎，你的座位在前面呀，我刚吃饱，开慢一点啊。沈家的司机和你们秦爷长得好像啊？不会吧，我们京城霸主秦三爷怎么可能给沈家千金当司机啊？沈依依，你给我等着瞧。你别误会，我抱你呢是尽一个司机的责任，不想让你来讲真实。谁家司机这样抱人啊？你认识？大庭广众之下和一个野男人卿卿我我的成何体统？难道还要像十年前一样再搞出个野种来？是呀，姐姐，你这呀都是要嫁人的人了，还是要注意着点，可别再给我们沈家抹黑。啊，谁抹黑谁？是像你一样给我下毒推我下山，都这样了我还能活着甚至继承沈家做沈家千金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像个废物痛苦的想死啊？不是的，姐姐，我不是、长姐说话我让你插嘴吗？你赢。安然都说了十年前是个意外，而且他又不是故意的嘛，倒是你死性难改水性难化，缺男人吗？非要跟野男人勾搭在一起，而且还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司机。来人，把这个穷酸司机给我棍打出去。穷酸司机？难道不是吗？就是司机，就算穿身高挺西装不还是个司机。姐姐，我劝你啊，离这种人还是远一点，就算他怎么穿还是比不上秦子轩有钱有势吧。既然秦子轩这么好，那你怎么穿？哼，安然这么优秀当然要穿秦。三叔，秦爷，您怎么？沈小姐对我有恩，我就随手给她当个司机。秦爷，刚才啊都是误会，您可别往心里去啊。我想您应该是来谈秦沈两家联姻的事情吧。堂姐，真是恭喜你啊！沈家千金竟然这么好看。沈小姐你好，我非常期待我们的婚礼。哎呀，亲爱的，事到如今我们也不能再瞒了，为了孩子你应该会解除秦氏两家的联姻吧。哼，不拒绝联姻是吧？那就让所有人知道你我关系暧昧。沈小姐，你我只是合作关系，我儿子突发寒症必须要借用沈家的温泉疗伤，和子轩要娶你那是两码事。是的，沈小姐，不愿意娶你。把我推给你的侄子，你会后悔的。小秦少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已经有孩子了，我是不会跟你联姻。逆女，你给我站住！秦爷，你怎么也要离开啊？秦爷！为什么不解除两家联姻？秦爷，你就是这样出尔反尔的。沈小姐，你是听不懂话吗？是子轩他坚持要入赘沈家的，我阻止他。你，那我就让全世界知道。亲，看来你对那天晚上的事情还是念念不忘，就应该让你跟子轩尽快离，才能断了你对我的念想。你少自作多情，妈咪。
班助，滚开！昨晚扑我一次还不够，现在又来了。沈小姐，用这种方式勾引你，少自以为是。我只是提醒你，赶紧回去给我洗衣做饭去。用这种方式。小傻子，你才傻子！我告诉你，赶紧回去给我洗衣做饭。要是被我发现有一丁点的灰尘，咱俩的协议就此作废。进去。仔仔，妈妈昨天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不能见大魔王，更不能让他看到你的脸。我是来找妈咪的，谁知道他会出现在温泉庄园，还会出现在沈家老家。妈咪还跟他我亲亲，不是亲亲，他是在欺负妈咪，妈咪那是在反击呢。这孩子身形怎么和般若那么像？错觉吧，小孩子没长开，估计都有点相似。沈依依怎么可能是小傻子？是我孩子的母亲。知道了，妈咪，我以后会保护好你的。以后要更加小心才是，绝对不能让秦王爷跟仔仔见面。还好庄园分东西园区，我跟秦王爷住在不同处，恰好时间点，仔仔又要上学，秦王爷肯定不会见到仔仔的。还不走？怎么，一个仆人也要上桌吃饭吗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，多做两个菜，昨晚我去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。竟全是我喜欢吃的菜，巧合吗？这些呢，都是按照我们家小傻子的口味做。你们女生都应该喜欢甜口。小傻子，他还记挂着我吗？夏雨晴，有事？老严，般若还好吗？你不在的这几天，我很想你。夏晚晴，秦望言果然跟他在一起了，都在一起了，还黏着我这个前妻干什么？出去，别影响我吃饭。般若的事情，你就不要操心了，你照顾好小宝就行了。好，梦言，你真帮人做饭啊！沈小姐是谁？与你无关，没什么事情我就挂了。最近小宝一直给你打电话打不通，梦言，你是不是拉黑我们的号码了？小宝是你二哥唯一的儿子，你二哥已经不在了，可小宝成长过程中不能没有爸爸这个角色啊。梦言，算我求求你，别忽视了他。好，你要是有什么事情找不到我，你联系秦昭就行。站住！我让你学编程，不是为了让你黑进我的手机，拉黑别人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叫，但是小宝是你的弟弟。小宝不是我弟弟，我夏意也不是我妈咪，我要漂亮姐姐当我妈咪。谁？就是那个开骑机车的漂亮姐姐。要我远离他儿子，他倒好，居然私下联系上了般若。你记住，你只有一个妈咪，她叫秦念婉，并且我没有打算重新再给你找一个妈咪，
吃完饭去把药一喝，再去泡半个小时温泉。哦，灿灿姐姐，要是能再见到你就好了，我一定会让爸爸喜欢上你。 沈一涵，漂亮姐姐，你叫我仙女都没用。沈一涵，你今天要是不把作业写完，别想上床睡觉。走，若是妈咪还在时，手也会这么温暖吧？我去拿水果，等我回来，你必须再写作业。 这只玩偶跟妈咪留给我的那只一模一样，都是小宝宝，我的玩偶给我撕碎了。妈死了，这只兔子也死了，你爸爸我也会抢过来的。仔仔，你怎么哭了？哎呀，好了好了。 那今天不写作业了，但是要把字帖写完。妈妈陪你一起，好吧？漂亮姐姐又把我和他的孩子认错了，难道我和他的孩子很像？好想做他的乖宝宝啊！妈咪，我这就去写作业。这些题目好简单呀。今天这么好。 我回来了，大魔王，他走错房间了，没事，正好可以帮妈咪教训这个混蛋。大魔王，谁教你这样叫爸爸？温泉泡的怎么样了？身体有没有哪不舒服？没有，让我揍醒你，我就更舒服了。爸爸，救我！搬入之前不怕大雷。 搬入之前不怕打雷的吗？怎么，你现在还害怕打雷闪电？谁怕了？爸爸，我今晚要和你一起睡。自3岁起，搬入就没再跟我一起睡。果然孩子的心情变化无常。好，爸爸，给我讲个睡前故事，讲个贞子姐姐从电视机里爬爬爬爬出来的故事。这个故事不好，爸爸给你念经。 我可就让我困了，不愧是一个会念咒语的大魔王。如果他不欺负妈咪就好，可以当我爸爸。秦爷，沈安然来拜访，说是他的老师洪景天特意嘱咐他。 要他给小少爷把个脉，确实听说景天神医收了个学生，真没想到竟然是沈安然。带他到客厅等我。这孩子怎么长得和沈依依小时候有点像？是我多虑了吧？好看的孩子估计都长得差不多。青叶。 小少爷，可不可以让我给你把下脉呀？我想找你的病，你可以叫我安然姐姐哦。安然，妈咪是个讨厌的堂妹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才不给你这个老阿姨摸。青叶，你看小少爷他，我是说，你能让小少爷伸下手，给老阿姨把下脉。 什么情况？小少爷的身体很健康啊，是一只温泉疗效太好了吗？这就根治了寒症，这还是秦家那个病殃殃的小少爷吗？安然小姐，我家小少爷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如果我说小少爷身体健康，那我岂不是失去了当家庭医生的机会？那我怎么还接近秦王爷那他夫人啊？小少爷他现在还是很虚弱。 我跟老师已经商量好了，会给他开3个疗程的药浴，我会按时过来给他做推拿的，直到小少爷康复。
你放屁！我没病，谁让你陪在我身边治病？小少爷，你怎么能这样说？我可是真心为你好。般若云冠里，我遇见你会说些话。脉象竟然真的很健康。你刚才说他的脉象是什么样的？秦望言会把脉，就算会，肯定也比不上老师吧？这小少爷他体内寒气郁结，阳气失调，脉象不稳，还需要好好的调理一下。不过秦言你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一定会医好小少爷的。洪景天收你当徒弟，恐怕真的要晚节不保。他的脉象跟你说的一点都不一样。以后不要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带到我面前。送客是。不是，秦爷，我师从洪景天十年，是不会把错卖的。我刚才就是失神了，你让我再给小少爷把一次脉吧。秦州啊，是，来，坐在这边。哎，秦爷，秦爷，可恶，那孩子怎么没病了？不行，他必须得得病。小云夏，你把秦家小少爷推进水里。这是害人的事啊！我可没让你害人啊，就是让小少爷生个病，他等一下一落水扑腾底下，你赶紧下去救他就行了。这不仅不会让你害人，而且还会让你成秦家的恩人啊！有我在帮你作证，怕什么？行。坏女人。哎，有人？别疑神疑鬼的，赶紧去把事给我办了。是。你是大魔王的儿子，怪不得大魔王先前认错人。好巧，我们俩居然长得一模一样。不敢说了，双胞胎是长得一样的，我们就是双胞胎。真的假的？虽然我也挺想知道，但是我也不能一直冒充你，所以我就出来找你了。是秦家小少爷，刚才他是不是在偷听？不管是不是，现在就去把他推下去。只有成为秦家的恩人，才有可能不被惩罚。小少爷怎么在那儿？完了，今天那小孩身形差不多，我真受不了啊！保镖到底是干什么吃的？亏秦家小少爷不就行了，还能推错人？秦爷，这里有小孩落水了，快来救人！咋的？秦爷，有小孩落水了。他是沈天音的野种，怎么穿小少爷的衣服？他是沈天音的野种，怎么穿小少爷的衣服？爸爸，就是这个坏阿姨，两个坏叔叔要杀小孩。不是姐，这其中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来应聘小少爷的家庭医生的，我宠爱孩子都来不及，怎么会推他下水呢？爹地，就是他让人把仔仔推下水。都怪这野种抢了小少爷的衣服，这才会认错人。我可什么都没干啊，是他自己掉下水的。茵茵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总是想着办法来抹黑我，但是孩子还小，你总不能教他说谎吧？你这意思是说我的孩子在说谎？不是这个意思，亲爷。爹，我见他鬼鬼祟祟的，怀疑他在偷情。就是你给我泼脏水。英姐，你手底下的人推你儿子下水，你管教不好就给我泼脏水，污蔑我吗？你管教不好就给我泼脏水，污蔑我吗？真不好意思，他是我的人，你是在说我教导无方的？
不是秦爷，我的意思是，这茵茵姐都能使唤得动秦爷的人啊！可见她居心叵测。我有病啊！我教唆别人推我孩子下水，那你自然是看不惯我，想抹黑我呗？对，你就是要污蔑我。秦爷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秦助理，你刚刚说怀疑有人偷窃，他偷什么呀？这个。这枚钻戒是你过生日的时候爷爷给你定制那样的。沈依依，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我看你还怎么狡辩。韩大小姐，是我一时鬼迷心窍，接受你的贿赂，诬陷安然小姐。如果让我知道推倒的是你的孩子，我万万不可能这么做的呀。哎呀，英姐呀，这虎毒还不食子的，你可真是好狠的心呀。爷爷给我定制了钻戒，难道没给你定吗？秦助理，去查一下戒指上的指纹，就知道是谁贿赂。秦昭，拿去验，谁敢对我撒谎，一股放肆。明白。我秦爷饶命，是说安然小姐指使我把小少爷推入水池中的，我一时心急认错了人，才会把沈大小姐的孩子推入池中。秦爷饶命，安然小姐救救我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你，一定是你让他去偷我的钻戒然后诬陷我的。几年前我揭穿你给我下的，害我毁容，你就说是我教唆下人污蔑你的。那之后你推我下山，又害我失忆，你说我污蔑你的？教训你这种白莲花，我还不需要污蔑，亲自动手就够了。小傻子是中毒毁容，又被人推下山失忆，沈依依也是。秦爷，你救救我，我真的是被冤枉的。沈依依，你再打我，你试试看。秦爷，还好有你相信我，只要有你相信我就够了。我相信是你买通的保镖，把孩子推下水，何必要亲自动手？警察马上去，留给警察处理。警局，我要被送进警局了。我不是的，秦爷，原谅我一次吧，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。我手里面有治疗小少爷的药方。你连脉都管不住，还谈什么药方？拿着你的药方给我滚！沈依依，我要是被警察抓走了的话，爷爷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那你让爷爷去找秦爷呀，是秦爷下的命令，我哪敢违抗。秦爷，小傻子毁容，真实面目是什么样？会是沈英这样？沈小姐，你毁过容还是应？可恶，刚刚教训沈爷的时候说漏嘴了，关你屁事。我要一份沈家大小姐沈莹莹这五年来的详细资料，越详细越好。爸爸，你喜欢上漂亮姐姐了吗？爸爸的事儿就不管了，下次不去。小傻子。小傻子，是你吗？小傻子，你才是傻子，你全家都是傻子。他这是发现了？不，不会的。小傻子，好吃的要留到最后吃。掌心也有伤痕，脚后跟也有一块月牙形状的疤。你，秦爷，你这是在玩久别重逢的戏吗？还是在玩替身白月光的戏吗？小傻子是谁？跟我很像吗？秦爷。只要你能取消了秦沈两家的联姻，我倒是不介意做你心上人的替身。替身？你连他的一根头发丝你都不是，你配？跟夏晚晴连孩子都有了，有必要装出一副对小傻子情深意重的样子？真恶心！我配不配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秦爷，你配不配当我的奴仆？今天晚上我要参加薄家老太太的寿宴，去把我的裙子给我熨一下。你裙子要擦得一尘不染，不得有半点脏。你哦，对了，晚上六点钟准时来公司接我，如果迟到一秒钟，再怎么样赶紧给我。所以制造出这么多和小傻子相像的痕迹是为了勾搭我，他又是怎么知道这么多的？难道他认识小傻子？
怎么，又去寿宴了？去啊，这样才更像保镖嘛。秦爷，好好跟在我身后保护我哦。你干什么呀？你儿子怎么样了？你儿子怎么样了？他在怀疑什么呀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我儿子很关心你儿子。没看见脸，不过身形和仔仔挺像的。五岁的小孩估计都一个样吧。我儿子好得很，自从给他请完病假不用去上课之后呢，他闷在被子里面偷笑了好久呢。倒是你，作为一个仆人，离主人这么近，喜欢我？你少自作多情，你会在秦家里，但绝对不是我，懂吗？安然都进局子了，你还有心思来参加寿宴？沈依依，你可真歹毒！安然不过是心思单纯，太善良罢了，才会被你设计陷害，得罪了秦三爷吧？江小姐，说话可是要讲究证据的。讲究证据？你在月城的作风人尽皆知，你一览不堪，我需要和你去讲证据？现在我身为安然的闺蜜，我一定要帮她讨回公道。江小姐，故意歪曲事实，损毁别人的名誉，那叫腐了。还是说你也想进局子？都是秦家有婚约的人，你还带着这种野男人来参加寿宴？亏的是燕西哥哥没有娶你这双破鞋。原来这就是薄家和沈家取消婚约的原因啊！亏她还是沈家大小姐呢，真是够脏的。就是，长得好看有什么用？身上不知道有多少毛病呢。秦子轩，他要是不逼迫联姻，哪个男人会娶她呀？谁说的？林爷，取消跟秦家的联姻，我娶你。燕西哥哥，你是疯了吗？这个女人在和你有婚约的时候就已经在乡下和那个野男人搞上了，她现在肚子里野种都不知道有多少个了，还要娶她？这一巴掌为你侮辱，沈安然给我下药差点害死了，怎么没见你被我捅？这一巴掌为了我儿子，再敢一口一个野种，小心我撕烂你的嘴。这一巴掌奖励你的，男人嘛，确实是野男，我才不稀罕。叶西哥哥，他都承认这些是他的野男人了，你还要倒贴他吗？千金难买我喜欢。再说啊，依依有孩子，我也不介意。哦，各位，我调查过，前几年依依从月城消失，下落不明，全是他沈安然设计下的，依依才是这件事最大的受害者。这是听闻是沈安然害了沈依依，难道真的是我们误解他了？可恶，燕西哥哥只能是我的。有了，这就让他身败名裂。都有婚约在身，还和其他男人那么亲密，不知节制。怎么吃醋了？沈依依这种破鞋呀，就是喜欢和男人混。燕西哥呢，就是被他这样俘虏过的。我看这个戒指呀，配你倒挺合适。别走嘛！有事？你不是喜欢沈依依吗？来，你把这杯酒给他，我现在立刻给你们开一间房，让沈依依喝下它，你睡了它，自然而然的，她就要嫁给你了。谁告诉你我喜欢谁？居然敢泼我！沈依依，是不是你让他这么做的？你们这对渣男贱女！贱！我干嘛上去？我就这么不想看见沈依依受伤？秋莲，你流血了，走去医院。伤口不大，没事。秦梦妍，
就是那个权势滔天的秦三爷，他来月城了。听闻秦三爷是佛珠不离手，那佛珠乃是最昂贵的天珠制成的，他手上的应该就是佛珠吧？你竟然敢刺杀三爷，你是不要命了吗？不可能，秦三爷高高在上，怎么可能做沈音这种贱人的保镖？他就是一个下等人，不可能，他手上的佛珠串也都是假的，都是地摊货，你们可别他骗了。这女人是谁？是江家的千金，月城的首富，江家的产业遍布整个月城，碾死你这个垃圾比碾死一只蚂蚁还要容易。你以为沈音会替你这种下等人出头？别做梦了。秦州，给我收购江家所有的，转给沈音，就当我秦家下的聘礼。收购江家？你们这种乡下人呀、啊，真是没见识。不就是想讹钱吗？你现在给我跪下呀、啊！给你出双倍的医药费。江小姐，她熬的也是茵茵的保镖，你这样侮辱人不合适。月溪哥哥，我可是在帮你啊！刚才他替沈茵这个贱人去挡刀，你可都看见了。他们两个中间肯定是有一腿的。沈茵茵，你可真贱呀、啊！就喜欢这种穷酸男人是吧？小姐，小姐，不好了，江家被收购了。什么？他真的是秦爷，还替沈茵茵挡刀，他对沈茵茵可真好。那毕竟引荐两家联姻了嘛。秦爷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饶了我。我刚才拿刀是不小心刺伤到您的，我真的不是有意的，秦爷。我。茵茵，你帮帮我，你帮我说说话，你帮我求求情，看在我们过去是好姐妹的份上。快走，走，我带你去医院。秦爷，招待不周，还望恕罪。你衣服破了，要不先穿我的。我不喜欢穿二手。不是你不换一件干净的衣服，你是等着伤口被感染吗？小伤不用去医院，但是衣服你得赔我件新的。知道了，燕西，那我先走了，帮我替薄老太太穿好。等等，爷爷，秦家小少爷秦子轩是不是要入赘沈家？八字都没一撇的事儿呢，等我再给秦爷做做思想工作，说不定他就能带着他那侄子卷铺盖离开。我告诉你，不可能。那这么说，燕燕，你与秦家的婚事暂时未定，那我是不是可以继续展开追求你？以前我说喜欢你，我是真心的。年前我错过，这一次我绝对不会放手。啊，我先招待贵客。你带秦爷换身衣服。我告诉你，你和薄燕西是不会有结果。不试试怎么知道？反正秦爷赶紧取消秦少两家的联姻，免得打扰我大人。走。您这个人，你先去忙吧。好。你，我聘礼都给你，取消联姻，你别想。我可以退呀、啊！我做你佣人，还帮你挡刀，你就这样报答？合着你救我是为了让我联姻呀？亏我还以为他是真心要救我。你应该感谢你自己，还有联姻做。对，我只是为了促成联姻才救，根本不是在乎。不愧是秦爷呀，真是会算计人。今天救我的恩情先给你记着，下次再报答你，别想让我用联姻来报答。慢点，哟，不留情，那这恩情不用管了吧？疼，再不上药肯定感染。以前怎么没见着狗男人这么会演？On high and dry, when no one can see, if there's no one to blame. 你往哪儿摸呢？秦爷，你是不是有点太敏感了？不让我扶腰，那我扶一下大腿就可以了。不要动，我自己来。给。嗯。故意的吗？我不是故意的，秦爷。
秦野，按您要求取来新的衣服了，请问秦野是穿 M 码的吗？不是 L 码。可恶，以前总帮这人准备衣服，他的尺码想忘都忘不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尺码？是小傻子告诉我。什么小傻子呀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他没死是不是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在哪？是他交代的吗？你替我告诉他，我来接他回家。他单方面离婚，我不同意啊！不承认离婚，可当年明明是他要我签离婚协议的，现在后悔了。秦野，你都跟夏婉晴结婚了，还惦记着前妻，你要脚踩两只船。他什么时候跟夏婉晴在一起了？对，你怎么知道夏婉晴？是小傻子告诉你的。那他在哪儿啊？孩子都生了，还说没跟夏婉晴在一起，谎话连篇。秦助理告诉我的。至于那个什么小傻子，我不认识，也不知道。给你一分钟时间穿上，该送我回家。真的不是他。金爷，找到夫人的衣服了，只是。天哪！山里豺狼之前吃过人，该不会念完他？不会的，小傻子是有夫的。找，三尺你给我找到他！资料查到了。秦望远正在调查你的详细资料。秦望远在调查我这五年的情况，拖着他，看来以后得更加小心了。幸好他不知道这月城最大的情报头子是我手下。行，五年前他丧妻得子，但也确实没有再娶夏婉晴。老大，你说他这是为何？晾着心上人，好弥补对你的愧疚。他没娶夏婉晴，他孩子是夏婉晴的吗？你调查我。想太多了吧？夏婉晴是我养的一条狗，我关心一下我家狗的终身大事，可以的。行了，我有事儿，先走了。你回去。你有什么事？你把车开走，我怎么办？当然是去找燕西约会呀，但是你这个电灯泡，哎，秦爷，你有手有脚的，跑哪去啊？秦子轩，你再不装，你老婆没。妈咪，你来啦！仔仔，你感冒还没好透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我不出来怎么帮你找对象？啊？叶西叔叔挺好的，但是妈咪，你喜不喜欢大魔王啊？大魔王谁？没有谁，仔仔乱说的。叶西，抱歉啊，我没有想要谈恋爱的打算，而且。沈依依果然在，她两个小孩好像蛮弱。仔仔，千万不能让大魔王看到你的脸，听到了吗？嗯。你来干什么？我带子轩和你培养培养感情。秦爷，过分了吧？是我先遇林依，你和子轩都在追求谁？公平起见，他当然有权利做。我看不上的人，你怎么说他都没用。别让他接触我。
我要下山买东西，你去给我开车。你竟然让我三叔开车，你知道他的身价吗？多少人扒着他来。你别说了，为了和薄燕西过你们的二人世界，想支开再返回来。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呀？反正你已经卖身给我，开车。你想玩啊？好，我陪你。天哪，为了我的婚姻，三叔你竟然还现身了，你对我真好。沈小姐，你就捅了我吧。你下车去看看，后轮是不是粘上东西了？车轮出问题很危险。去。拜拜喽！没油了。你是不是知道车里没油才故意停下的？我说过，你想玩，我就陪你玩啊。什么？你是想跟我孤男寡女的在野外过夜呀？我叫人来接。秦爷为了跟我相处还真是处心积虑，你该不会是想像上次一样轻薄？你放心，这个世界上就算只剩你一个女人，我都不会喜欢你。前面有个招待所，那应该能打通电话。没信号，我不会真的要跟这个狗男人睡一屋吧？如你所愿啊，看来今晚我们真的要睡一觉。我反复跟前台确认，确实没有睡。不是，那前台手机也没信号吗？你觉得有信号，我能委身跟你住一宿？我已经打听清楚，外面的基站坏了，故障挺多，你停了就修。今晚就先这样住。沈小姐，我提醒你一下，你也控制好你自己，别憋气。那你少自以为是，我，阿彻，阿彻，不洗澡。你干什么？洗澡。你要干什么呀？秦望言，我警告你呢，你要是敢对我做什么，我肯定不会放过你的。Because I can't sleep till your face to me. Now I can't live without you no more. Oh, I stay. 你要不想感冒，就现在洗个澡。这样啊，不然呢？哎，等等，那个我内衣也是，帮我去吹一下，然后我洗完澡再穿。你不穿不行吗？哎，你放心，你就算是脱光了，在我面前，我都对你没兴趣。你之前把我按到墙上亲的时候，可不像是有兴趣的。走，吹干去。这是主人的命令，保姆。看，我绣的。我最喜欢的玫瑰花要送给最最最最最喜欢的人。我要下山买东西，去我开车。司机，给你一分钟时间，这是主人的命令，保姆。他在想我。我的内衣吹干了没啊？你不会是在对我内衣做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吧？
偷拍我？什么叫偷拍？我这是光明正大的拍我。张总，那你举报警探长家连烟。你删不删？我不。不删是？嗯。这是你逼我。密码多少？051023。11月23号，我五年前出车祸的那天。你这个密码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啊？没有，早点休息吧。敢偷袭我，你就死定了！才不是小傻子，你是小傻子。你不认识，我认识。看来这边我可怜。做梦就。看来你懂的份儿上，下了电话。傻子，告诉你句实话，梦言，真的他要跟你离，在一起就没了，让出去。秦望言，你进来都不像玩的吗？早餐。买早餐去了。一人份，你不吃啊？我不。也是，反正你也不喜欢喝甜的。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喝加糖的东西？沈小姐，我劝你别费尽心思打探我的喜好，讨好。谁讨好你了？装，继续装。昨晚还主动抱我，做梦都让我别抛弃你。难道我暴露自己是小傻子的身份了？弟弟，你去哪了呀？我和妈咪都很担心你。构成调查过，我离开之后，秦望言和夏晚晴有两个孩子，所以现在是一个在专员养病，电话里是另外一个。小宝，别这样喊。不，我就喊弟弟弟弟。不好意思，望言，小宝又在胡闹了。我教育过几次，您只是他三叔，可他……没事，小宝是二哥的孩子，二哥不在，我自然应该保护好小宝。我先挂了。沈英英，叫我们的车到了。沈英英是谁？跟我抢了命，找死！我也得去趟月城。
沈小姐，刚才怎么了？没什么。秦爷，有几个孩子啊？王爷，你想要几个孩子呀？林小姐，好像小婶子。两个吗？夏晚晴，是你还是林晴？沈小姐。你爱我吗？怎么，我跟其他女人打电话你吃醋？我是有两个孩子，其中一个跟小傻子生死。曾经我也有两个孩子，是他和夏晚晴害我出车祸，弄死了另外一个孩子。凭什么他的孩子可以喊他爹爹，我的崽崽却要被人叫做野种？你干什么？秦烨，你属狗的，被人拆穿了心思，就咬人了。还从来没有人敢揍秦烨，沈小姐这下死。看什么看？开车。是。千年铁树开花，冷面阎王的秦烨居然如此好心，难道他喜欢上沈小姐了？叶希。仔仔已经送回庄园了吧？秦子轩没看见他的脸吧？没有，你和秦王爷离开没多久，我就带着仔仔去找你了。这么说来，秦爷和仔仔确实有情。才没有呢，秦王爷的大众脸，仔仔比他帅多了。燕西，今天放了你鸽子真是不好意思，改天我请你吃饭吧。故意说给我听的，想让我在乎你。我是为了让你推掉我们两家的联谊而已，我等一下就去找燕西牵手约会，你少自作多情。怎么没有上床这个选项？是不是让我亲完以后就对我守身如玉？守身如玉，我给你守寡还差不多。手机。哎，不让你这个司机上车。秦昭，开车。这个秦爷，你是坐别的车是吧？糟糕，那是被妈咪和大魔王知道我和班若长得一样，那他们就会发现我们互换的事了，肯定会揍我。班若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这小孩不是仔仔，我明明听见了仔仔的声音呀。仔仔，这是我孩子，你连谁家孩子你都分不清，怎么脑袋撞坏了？你，那我倒是要好好看看你儿子，省得下次再为他委上气。爸爸，虽然姐姐撞到头了，你快点扶她进去吧，你自己能回去的。你不好意思啊，头有点晕。好。直接晕我怀里了。是啊，又让你误会我勾引你了，我可真是上赶着让你批评。秦助理，给我进去。秦助理，他是我助理，岂能让你随便说？所以沈小姐的秦助理是秦爷。所以沈小姐的秦助理是秦爷您。我只是遵照契约照顾你罢了，你可别自作多情。你这个月奖金没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不用麻烦秦爷了，我可以自己去。要是进去跟仔仔撞见就完了。你这么紧张干嘛？你屋里藏人了？秦爷这么关心我，那就别怪我怀疑你喜欢我。我只是关心秦沈两家能不能顺利联姻。你胡闹！你放我下来！
放我下来，你还要抱我多久啊？糟糕，学生证上有彩彩的照片。哎呀，秦姐，人家头疼，你就陪陪我嘛。一个月以后，我会宣布你跟紫萱联姻。我劝沈小姐，你最好别白日做梦。那他却说：“妈咪没事吧？”完了，秦王爷会看到仔仔的脸。白头套，不愧是我的仔仔。妈咪，声音和般若很像。这个年纪的小孩，声线应该都相似。秦爷，你站着不走，又要留下跟我培养感情吗？刚还拉着我想勾引，现在就让我滚！欲擒故纵可真有一套。仔仔，你可真聪明。是把波兰怎么当妈咪的乖宝贝，然后我动作快，从后门溜进来，还放你件衣服。啊，对了，学生证收好，以后不能让大魔王看到了。要是有小孩跟我长得一样的，是不是说明我们是双胞胎亲兄弟？对不起，我们尽力了，一个孩子顺利出生，另一个孩子没气了。没气就埋了，真晦气。对，很有可能是亲兄弟。仔仔，你为什么突然这么问？你是不是看到跟你长得一样的小孩？妈妈说的结果出来前要保密。不是的，我就是想找一个跟我一样的小孩替我过生日。你想都别想，明天起乖乖给我上学去。妈妈，爹，结果出来了吗？方若，爹，结果出来了吗？我没敢拜托秦助理，只能偷偷的去找私人机构，三天才能出结果。放心吧，那家机构很专业的。方若，你才五岁，你就知道这么多，你好聪明哦。方若，我和三叔打电话喊他爹地，他没有反对哦。以后三叔就是我们共同的爹地了。这是我爹地，不是你爹地，不许你喊他爹地。爹地同意了，你不同意也没有。方若，他谁呀？居然敢跟你抢爸爸，看我不揍飞他。他是坏人，他和我亲阿姨都要抢我爸爸，我还掉了个鲤鱼吊坠，不知道是不是他给我抢走了。什么？拦住语音，我来骂他。方若，你没事吧？这声音，沈英的儿子。你在给谁打电话？不是仔仔，是小宝。爸爸，你不要我了吗？放心吧，爸爸不会不要你。那你还让小宝喊你单亲，是不是也要去晚亲阿姨？要去晚亲阿姨，我就不要你了。那你要谁啊？我要漂亮姐姐当我妈咪，她漂亮，审美温柔，还会做兔子玩偶。兔子玩偶？对呀、啊，跟我妈咪留给我的那只一模一样。阿姨，你说宝宝以后会不会喜欢我给他做的玩偶呀？只要是你做的，宝宝肯定会喜欢。沈依依，你真不是小傻子。仔仔，妈妈要去公司一趟，你在家乖乖的。哦，对了，千万不能让大魔王看到你。嗯，拜拜。大魔王来了！站住！大魔王，不，大帅哥。这孩子这么喜欢闪电侠，你妈咪呢？她去公司了。你家里是不是有这个玩偶？是不是你妈咪做的？确实和妈咪的玩偶兔子一模一样。她怎么知道妈咪会做？难不成是要抓妈咪去做苦力？行，看我怎么教训她。这个嘛，我肩膀好酸，都硬是抢不起来。嗯，我们揉一揉。想起来了吗？哎呦，我腿也好酸哦。啊，
我好饿呀，我想吃饭饭。不愧是母亲，真会食物。沈依依，你这贱人还认？你竟然！依依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可爷爷给我安排的是经理的职务，不能因为我的业绩好，还把抢走你的总裁职务，就把我贬为保洁员吧？沈安然，你是进了趟警局，开始吹牛了？你业绩好，上周刚刚被你弹簧了一个大单，没开除你，你真是看在爷爷的面子上。可不管怎么样，我也是沈家二小姐呀。你把我贬为保洁，是看不起我还是看不起沈家呀？保洁怎么了？保洁做得好也可以晋升，还是说温柔大方的沈二小姐瞧不起保洁，瞧不起努力赚钱的员工？不是的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你们可别被沈依依给骗了，她才是看不起你们这些打工人，要不是被她抢走总裁位置，这沈家集团早就在我带领下成为全国首富了呢。沈家能有今天的成绩，全是靠我父亲生前拼死拼活得来的。你们二房算什么东西？你又算什么东西？整天只会溜须拍马哄爷爷高兴，除了这个你会干什么呀？各位，被他弹毁的大单我给拿回来。还真是黄总的签名，黄总是出了名的难搞，没想到居然被沈总搞定。沈总太厉害了，您能接管公司就是太好了。就是，幸亏不是沈安然那种废物。我说反正我们店长在哪里？黄总确认是吗？就是他勾引的黄总，就是他勾引的黄总。不等让人发现，是我勾搭的黄总。他，沈依依，他跟黄总吃过饭。好啊，就是你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勾引我老公是吧？依依姐，原来这就是你枪胆子的真相呀！就算你平常再怎么不检点，这也不能勾引不义之夫呀！该死的小三，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！黄夫人，我跟黄总清清白，我们是一起吃过饭，但是仅限于谈生意。如果您不信的话，可以去饭店里调证。哎，那谁知道饭店外面你是怎么搔首弄姿的呀？哎呀，依依姐，你这都是有婚约的人了，你说怎么对得起你自己的未婚夫呀？这上面黄总的名字都在哪儿签下的？该不会是在酒店？我你个贱人，长了一副骚样，看我不打死你！黄夫人，你说话办事要讲究证据，你再这样胡闹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哎，姐，这做错事情要有人承担责任，而不是威胁人。黄夫人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情呢，我们沈家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道歉有什么用？我今天就要打死这个贱人！沈依，我今天就要打死这个贱人！沈依，你傻了，都让躲一下。这是关心我。嗯。怎么没关系？我是你，对，他是我什么人？我干嘛这么在意他？操！刚勾引完别人老公，现在又和野男人眉来眼去的，小贱人，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！王有才，你现在带着马上来这家公司，我还能饶了你？好你个小白脸，现在还护着这个小贱人，知道我是谁吗？我老公黄有才是京市首富秦野亲任的悦城峰公司总裁，年薪千万。王有才，你老婆说你跟沈依依有一腿，是这样的吗？那肯定是这样的呀，那不然这沈依依怎么拿到？爷，你可千万别被他给蒙蔽了。你闭嘴，他是秦野。秦野，真的是你？秦野，是不是我家夫人冒犯到你了？哎呀，真的对不起，我立马来赔罪。是我家夫人误解了，我和沈依依沈总一清二白，我是看了他的方案才签下合作的。胡说，你没在外面沾花惹草，上周衣服上香水味是怎么来的？是沈家二小姐沈安然非要贴上来的。我真没出轨。你胡说，你骗人，我才没有呢。好啊，既然是你，你这个贱人，看我不打死你。沈总，对不住了啊。我这就过来给您赔罪。不用了，
只要秦爷能退了联姻，这事儿我可以见好就收。你休想！和沈家的合作，再加大注资，再让利30%当做聘礼。哇，秦爷好宠沈总啊！这不是宠，这是聘礼。啊不，这是秦家给沈家的聘礼，不是我给的。你手还在流血，去医院。秦爷是秦家家主，那不还是秦爷给沈家下聘礼？可我听说秦子轩入赘沈家，总不能是秦爷入赘吧？也是，沈总是工作能力强，会管理公司，可还有个来路不明的小孩。可惜啊，5年前他和乡下老男人睡了，不干净。生过孩子又怎样？什么干净不干净？大清都亡了，思想还这么成熟？真不去医院？想上不去。好，我来。哎，疼疼疼，轻点。让你去你又不去，都生过孩子，这也能怕什么？你知道一个人生孩子有多疼吗？小傻子也怕疼，撞到人磕到了就掉眼泪。可哪怕是这样，那个傻乎乎的小傻子第一时间关心的还是我。还疼吗？这样子有没有觉得好点？我是疯了吗？我怎么老是在他身上寻找小傻子的踪迹？你别误会我，我只是遵照契约帮你减轻点痛苦。秦爷做仆人真是越来越得心应手了，不错，孺子可教。今天来公司找主子什么事儿？给点阳光就灿烂了。等般若智后，一定要制止你儿子跑了。是跑了？他非要让我给他做饭，他趁着我给他做饭，他溜出去。就因为我问了他一个问题，我儿子说你家我这个兔子是你做的。他儿子怎么知道这个？经过我卧室，仔仔带他进的。我会不会做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倒是秦爷擅自违反约定接近我的儿子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如果我儿子出现一点意外，我绝对不会饶了你。让开。仔仔，是保镖叔叔送我过来的，请你不要赶走保镖叔叔。仔仔，没有人欺负你吧？你是说大魔王吗？只有我欺负他的份儿。我问你，你的手是不是被大魔王欺负了？哇，是大魔王来了！妈咪，不跑，我来保护你。没事儿，仔仔。你，是你要吃糖啊，还是小家伙要吃糖啊？当然是妈咪吃了，我男子汉可不吃糖。妈咪最爱吃大白兔奶糖了，千万别买错哦。小傻子也喜欢大白兔奶糖。他不是不喜欢我吗？怎么记得我这么多喜好啊？妈咪，小傻子是什么意思？他是说妈咪是傻子。你这个大魔王，敢骂我妈咪，看我不揍飞你！哎，仔仔，3分钟之内我要吃到糖，还不快去！觉得这小孩和般若很像，他都受伤了，我带他去医院。怎么办？他要看到仔仔的脸了。来、我疼，我要吃糖，我疼，我要吃糖。听到没有？我家仔仔要吃糖，还不快去！仔仔，你没有摔到吧？疼不疼？不疼，我才不会杀破打滚啊，多丢脸呢！对，我家仔仔最棒了。仔仔，那你要不然先回庄园，反正现在大魔王已经不在了。妈咪，你手上的伤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已经上过药了，不疼了。啊，好痛！
去吧。是谁害到妈咪受伤的？谁让你跟水本少爷惩奸除恶，我就原谅你。好啊，你把头套摘了，我就跟你去。你才不要呢！闪电侠是正义的象征，我要当小闪电。果然是因为动画片看多了呀，这沈依依当妈的也不管管。我对惩奸除恶没兴趣，尤其是帮你妈咪，我就更没兴趣了。你不是妈咪的仆人吗？仆人就该保护妈咪呀。实不相瞒，我打听到了，是沈安南那个老巫婆害了妈咪，她之前还想害般若呢。为什么她给我的感觉和般若一样？若我的另外一个孩子在世，是不是也和她一样大？行吧，走吧。之前他姐姐说沈安然被追到了一楼大厅，就往停车场跑去，什么黄夫人还跟了上去。大魔王，沈安然会不会已经逃了呀？我想他没这个脸，这会儿他应该就躲在停车场的某个角落等着人再接他。好，我这就去找他，找到了以后揍飞他。那个孩子是秦望言的孩子，好女沈依依，连秦望言的孩子都敢挖路，还让秦望言教训我。师父说过，秦望言这五年来都在当药引子，体质已经发生了变化，一点点的内向都会让他失去理智。本来只是想今天晚上给秦死宣服用，现在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只要秦望言睡了我，我就把事情弄大。他不得不去。怎么了，大魔王？你很热吗？你看起来怪怪的。好热啊！停车场里有这么热吗？谁？秦野，你是来找我的吗？你知道我是被诬陷的，对不对？我不像沈依依那个贱人，见到男人就想动你。黄总他肯定是误会我了。夫人，你污蔑我妈咪，你这个坏女人。秦野，你看沈依误导小少爷，他一定是居心叵测。不好，这个香味有问题，你快别做呼吸。秦野，你看起来好像很不舒服的样子，那我帮你把把脉吧。你不是和医生吗？我现在也没有病好，为什么身体会变成这样？秦爷，我看你啊，这就是中药了，一定是沈依依的劲。他那么饿，我看这个药是你下的啊？不是的，不是我，秦爷。这钱要我拿出来。你那药下的那么快，我可没这么快就知道。肯定是在炸我，现在我是城主，肯定是死人。我没有解药啊，秦爷。仔仔，你干嘛去了？刚刚保镖叔叔都找不着你，你没事吧？妈咪，你快屏住呼吸。是香味儿，什么药啊？妈咪，你不就大魔王了吗？妈咪，他好像中毒了，你快救救他好不好？哎呀，没事儿，仔仔，他还死不了呢。他是般若的代替，你救救他好不好？好吧，好吧，这样，仔仔，妈咪没带手机，你呢上去去找保镖叔叔，让他打电话给秦助理，就说是秦爷出事了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去吧。
哎，没事吧？起来。怎么不去医院呀？也行，反正沈安然也在边上，直接拿他当解药呗。会长爷，终于有意料中的。冷静一点行不行？你看清楚我是谁。好想呀。谁是你的妈妈？秦望言这个变态！我变态？要不是你的好堂妹下药，我会神志不清楚到认错人了。把我认成夏婉晴是吗？不是。婉婉不就是夏婉晴的婉吗？秦爷对夏小姐还真是用情至深啊！才不是，念婉就是念婉，我的小傻。我唯一的夫人，我对别的女人用情至深是错的。沈英，我警告你，别在我身上动心。喝完就走。爱爷，做碗粥就可以抵掉对不起我的事儿。既然喜欢夏婉晴，又为什么要招惹我？当我好欺负的吗？现在你发泄够了，今天的事情是个意外，我是绝对不会娶你的。哎，别装死啊！还有呼吸，应该是晕过去了吧？这血怎么这么烫？不会是发烧了吧？听说他一直在拿自己当药引子，应该是副作用。秦昭，有人吗？不会都被宰的给叫走了吧？还好我知道他的手机密码，发个信息给秦昭，怎么掌握这渣男？哎，放手！又把我当成小白精，狗！算好骑手是吧？放在门外就行。这是秦爷的手，你是谁？夏婉晴，你就是沈茵茵是吗？沈小姐，我是秦爷未过门的妻子，你离他远点。你可别误会，我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我只是拿手机给他买药而已。买什么药？需要你去买吗？他的下属贵宝。沈小姐，请让秦爷解释。
真是不好意思啊，他现在昏迷不醒，接不了你电话，等会儿就打吧。管不住下半身的狗男人。自从那个傻子死后，秦爷身边就只有我。现在去了趟月城，就被狐狸精盯上了。沈茵茵是吧？哼，五年前我能做掉秦念婉，五年后同样也能做掉你。不行，睡了我这事可不能就这么算了，裤子得留着，当做起诉证据。你醒了。我不行，等着你亲母。我原本以为沈小姐很拒绝当我的姐姐，现在看来，睡了一次，还想第二次。就你那点技术，我找鸭子都不会找你啊！罪证，秦爷要是不想让我报警的话，赶紧去退了我跟秦子轩的联姻。你演厌恶倒是演得挺像的，若不是你刚才扒我裤子，我还真会信。谁稀罕勾搭你？秦爷先是轻薄我，然后又在停车场，就这样还不解除联姻，你觉得合适吗？行，反正沈安然也在边上，直接拿他当解药呗。而我推给沈安然，他也觉得没关系，还是说他是故意被我睡，想通过这种方式解除和子轩的联姻？我不会解除两家联姻。沈安然刚给我下药，你就跑出来给我当解药，很难说不是你们沈家做局来算计。我算计你？明明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，好不好？哎，行，就当刚才停车场试一试。但你不用担心，你和子轩的婚姻只是走个流程，婚后你们想怎么玩就怎么，我不管。等你们的联姻达成，秦家的资源你随便用。谁稀罕你们秦家的资源？要是联姻不解除，别后悔。秦一，哦，对了，为了防止秦一你再胡思乱想，跟你说一声，刚刚拿你手机买药的时候，不小心接了你家王婉电话。婉婉。夏婉晴，好，以后麻烦别给别人乱起。他不是婉婉，谁是？哦，是我误解了，秦爷是想说只有你能那么亲昵的叫他。行，那麻烦秦爷告诉夏小姐一声，我跟你只是朋友关系。谁跟你是？那秦爷是想让夏小姐知道你我的主仆关系啊？那也可以。仆人，跟你说一声，以后我家崽崽要是再找你，请你拒绝他。你遭人算计没关系，我可不想我家崽崽受伤。崽崽怎么样？没事。他在关心崽崽，五年前怎么不见他关心啊？小祖宗啊，你慢点走，别担心啊，秦爷啊不会有事儿。哦，那个你现在不能进去啊。为什么？沈一涵说秦爷中了药，秦爷现在跟沈小姐的那个啥小孩子是不能干的。爸爸和漂亮姐姐在生小妹妹嘛。哈哈，秦昭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糟糕，大漂亮居然真的在，他会看到我的脸。你若是知道我冒充崽崽的身份，他会不会讨厌我？哎哎，不是，是，哎，沈少爷，哎，不是，哎，沈少爷，
沈小姐，你也在啊？那这么巧，秦爷他没事吧？我们秦爷啊，虽然平时不近女色，让他气大我好。秦州，好，好吉利啊！你们继续，我先走了。不用了，早就结束了。你们秦爷只有三分钟，赶紧来好。我是不是三分钟？你要不要再试一下？不用了，不用害羞。秦爷，时间短不是你的错，早发现早治疗。秦爷，我。你这个月工资没了啊！万若，把他人给我叫过来，该喝药了。不是，秦爷，你是刚中了媚药，这再取心头血的话，只怕是我多虑了哈。这有沈小姐在，她肯定。不信。你冷静一点行不行？你看看这我是谁？啊，我好像是谁的吗？该死，我。怎么满脑子都是？果然还是尽快推进联姻会比较好。你们是谁？我可以给你们钱。秦昭，你敢抓小玉，你是活腻了！我和安然，我们喝醉了，不是，动手！安然，你在喝什么？他知道了。那药，我只是秦王爷撒了点药丸，他居然给我灌了一整瓶。秦爷，我当时不是有意的，我协助子轩，我是子轩的女人。秦叔，安然知道错了，你饶过他吧。你被人利用，知不知道？把沈安然带到沈凝面前道歉，他要是不原谅，我让你以后在秦家人立足之地。是。我操！什么病？怪不得昨晚要关灯呢。小丑，身上也是这样吧？你肩膀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我肩膀上，沈凝给我下的毒。难道小沈也是？把沈安然给我出去。是。仔仔，你可一定要好好考试。你要是再考不好，那老师真的要在咱们家门口上吊了。知道啦，妈咪。去吧。喂，难得家庭聚会，你回来一趟。到底是家庭聚会还是有求于我呀？你父母在急着，你不回来一趟吗？是该给爸妈上柱香了。叫你过来呀、是让你尽快的交权，让安然尽快熟悉沈家的内外事务，以后他的孩子就是沈家的继承人。你居然对安然有指望，我看你真是年纪上了，脑子不好使吧？你，安然起码不会和野男人苟合。老爷不好了，安然小姐夫人就在大门口了。什么？快把她带进来！这是她，安然小姐不要脸，我是有女朋友的，可不是你养那些小白脸。原来这就是爷爷说的不跟男人苟合呀！你这堂妹冰清玉洁的，只会养小白脸。我的堂妹冰清玉洁的，只会养小白脸。闭嘴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把他带到后边去呀！他是你的爷爷呀！这可是洗脚水呀！哎呀，爷爷，不好意思啊，拨错人了。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当然是安然妹妹清醒一下。沈一，你疯了！这怎么了？拿手机在干什么呢？
这不是好奇沈家的未来主母长什么样子吗？当然要拍照纪念一下。爷爷，你不会怪我吧？再怎么样，我比你的智障爷种好。老爷子，你要是再敢骂我家仔仔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成绩又不能代表什么，更何况我家仔仔的成绩还没出来。蠢货就是蠢货，成绩出来是蠢货。爷，不要太过分了。就算沈一涵考满分又如何？连他的亲生父亲是谁都不知道。爷爷，倒是安然现在成这样，是不是你在搞鬼？爷爷，你看他好疼。老爷子，别误会，给他灌药的人是我。秦爷，我知道错了。下次再敢算计，可就不是灌药那么简单了。老爷子，我这儿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，这是迄今为止跟沈安然睡过的男人。这么看来，沈安然才是那个喜欢跟野男人苟合的人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爷爷，这些照片都是 P 的，爷，不是真的。啊！真是让我太失望了。爷爷，我都是被陷害的呀，是沈英，一定是他。爷，你忘记了，他给我下过药呢。你忘记了，他还给我下过毒呢。我下毒还不是因为你罪有应得，拿老爷子做毒性实验的人是你吧？哦，怪不得前一阵子我总是头晕眼花浑身难受，原来是你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爷爷，我是被诬陷的呀，你不要被沈英给误导了。哟，你可真是抬举我，照顾老爷子饮食起居的人是你吧？我可是被他勒令不准近身的人。沈安然，平日里我对你是最好，我哪一样亏待你了啊？这样回报我。爷爷，爷爷老糊涂了，爷爷对不住你。我不稀罕，我永远都不会忘了，五年前是你亲手把我的另外一个孩子害死的。另一个孩子？他也怀了双胞胎？医生说是死胎，我怕你难过，你才把他扔了。站住！你给沈安然下的毒，你还给谁下过同样的毒？什么下毒？我从来都没有害过什么人。我给沈安然下毒是因为他罪有应得。怎么，你现在连沈安然都开始心疼了？明明我才是那个受害者。你和沈安然之间的矛盾我不想管，我只想知道被你下毒毁的那个他在哪。你的这双眼睛很像你。谁呀？夏婉晴吗？秦爷的眼睛要是有问题就去治，我才不是他。你别装了，先是伤疤，再是玩偶，现在又是相同的毒药，这么多巧合，我不信你不知道他在哪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他秦念婉他在哪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秦念婉。你什么都不肯说，是吧？三天，我就给你三天的时间。三天以后，我会公布你和子轩的分歧。秦望言，别太过分啊！这就过分了。这一切才只是开始。等你和子轩结婚，我也不是办法让你开口。你个疯子！在小傻子的事情上，我就是疯子。这么执着找我干什么呀？找回秦家血脉的孩子吗？不，我绝对不会承认我就是小傻子。秦望言要是知道仔仔是他的孩子，绝对会被他抢走。仔仔什么？仔仔被人接走了？是啊，是啊，一个很帅的男人开着豪车，说是和您认识，而且您儿子也认识他。男人？可是秦望言明明才刚跟我分开，难道是秦昭？不好！谢谢叶子叔叔送我回家，妈咪很快就回来了，要不你在大厅等他？我给你买了玩具，我们一起等妈咪回来好不好？不行，我还有事。
很快就回来了哟，你先坐这等哦。如果坐不住，你先离开也可以。你考的怎么样啊？满分。王若，你好厉害哦，全都要用题了。奶奶才厉害，题讲了一遍就会了。不是你平时好好听课，肯定更厉害。幼儿园就是要玩呐。妈咪说过，比起学习，学会做人更重要。哎呀，不说这个了，天一起火出来了吗？嗯，出来了。我俩就是亲兄弟，你爹地就是我爹地，你妈咪就是我妈咪。太好了，我们快点去告诉妈咪吧。等一下，你能不能先让妈咪保密我是她宝宝的事情呢？为什么？宝贝留在爸爸身边，从小就没见过妈咪，肯定是有原因的。都怪我身体不好，要是我能像仔仔你一样健康就好了。仔仔，你能不能先问问妈咪，她喜不喜欢我吗？如果她想要我，我立马就出现在她面前。你这么聪明，她肯定会喜欢你的。妈咪都会要自己的孩子的呀。真的吗？你不是想知道妈咪喜不喜欢你吗？抱在我身上，妈咪。仔仔，谁送你回来的呀？你没事吧？有没有让大魔王看到你的脸？没有，是燕西叔叔送我回来的。哦，他就在家里等你呢。是燕西啊？哎，太好了。哦，仔仔，以后你就别往西区去了啊。为什么？般若住在西区，我不去西区就不能找他玩了。妈咪，般若很好的，你会喜欢他的。仔仔，妈咪不喜欢秦家人。哎呀，反正以后你就少跟这个秦家小少爷接触，好不好？嗯，仔仔，后门有人吗？谁呀？爸爸。林英。林英，你回来了。燕西啊，谢谢你帮我把仔仔送回来啊。没接到仔仔，是不是着急了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是我考虑不周了。哎，没事儿。哦，对了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明晚啊，国家组织了一场慈善拍卖会，你可以过来。这种可以显摆的晚宴，秦子轩一定会去。秦望言不肯退了联姻，兴许这秦子轩那边可以突破。好，明天我一定准时参加。好，那我明天来接你啊。就这么定了，刚好让金子轩看见，好死了连姨的心。行，那明天麻烦你了。妈咪，你不要大魔王了吗？不要，以后秦家的男人我见一个打一个。但是，我跟燕西也只会是普通的朋友，我会跟他说清楚的。完了完了。妈咪居然不喜欢般若，天哪！般若也是秦家男人，不行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帮般若。你去哪儿？拍卖会。我去开车。不用了，燕西哥会来接我的。哦，对了，正式跟你说一声，以后你不用当我司机了，我会找新的司机。薄燕西，你今晚是要爬他的床？你今晚是要爬他的床啊？看来秦爷想念我的身体啊。我爬你的床都没用，我再去拉个国家当垫背的有什么用啊？你知道就好，我要的信息尽快给我。秦爷，听说这五年有在修行，都修佛了，这么威胁别人不合适吧？我确实有菩萨心肠，但是我不介意对你使雷霆手段。秦望言，别忘了你儿子还在庄园疗养呢，你敢动国家试试？燕西哥，不好意思啊，连累你了。但是其实你没必要为了我得罪秦家，毕竟我只拿你当朋友。我知道，不过朋友就应该两肋插刀。我要的信息查的怎么样了？我正准备去拍卖会，拍卖会结束后咱们聊聊。那我也去拍卖会。
少爷，不好了，虽然少爷和顾总因为一个模特吵起来了。哟，未婚妻，帮我个忙呗，搞定一下顾少。姓顾的，这么爱抢老子女人，我拿沈一跟你换。如何？子轩，你别这样。我听说沈小姐已经有孩子了，再让她做这种事儿，恐怕影响会更不好吧。夏婉晴。 念婉，想念夏婉晴，你可真是个傻子呀！告诉你句实话吧，他要跟你离婚，不可能！我要去找他。好，我现在就准备车子。5年前我出车祸，会跟这个女人有关吗？王晴姐，你越来越丑了，他知道吗？ 他还不知道哦，他也天天念叨我，我就悄悄来，就当是给他一个惊喜。子轩，你真的要让出沈茵茵？狐狸精，都和子轩有婚约了，还敢勾引放言？他顾家再大，还是大过我们秦家，他那个不入流的豪门配沈茵这个没人要的女人，真正好。哎，刚好我也看不上你。 那就取消了联姻。退就退，沈茵茵从来没有女人敢打我，你竟敢打我！你没事吧，子轩？他可是秦爷的侄子，你活腻歪了，赶紧打他！就是看他不顺眼，京氏氏族秦家居然培养出了你这种不入流的垃圾货色，就你给沈小姐提鞋都不来。沈小姐，我们聊聊。 我说少爷，你也来。沈小姐，这边请。没事，我们继续讲。老大，秦望言现在知道小傻子，也就是没有死的事情。之前还只是让我到处拿着你的资料调查，都被我糊弄过去了，现在倒好。 让我拿着你5年前的照片，整整个月城找你呢。那不接这个单子呢？他威胁你了？哦，是。他知道顾氏是从月城发家的，他威胁我说，如果我不配合，他会用尽一切手段打压顾氏。顾氏是我妈的心血，我可千万不能让他被搅了事。事到如今，这事儿怕是瞒不住了。 这两天我就带着崽崽走。老大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永远躲藏的，总有一天我能强大到足以跟秦王爷抗衡。夏小姐，你只是我嫂子。我一直心系你二哥，子轩他就是开个玩笑，写出婚约的事儿也只是嘴上说。沈小姐不但揍了他，还跟着顾晨离开了，大庭广众之下这样对待我，是不是有点不？就是，你是好，要不是看在王晶的面子，早弄死。 抱歉，王爷，我来月城没有提前知会你。王金姐，你不用道歉，三叔看到你肯定很高兴的。问清楚沈茵茵和顾晨离开的理由呢？是子轩少爷用沈小姐换了顾总身边的女模特，沈小姐把她揍了。不是的，是顾晨不把咱们秦家放在眼里，天天抢我女人，不是为了找回咱们秦家的场子，没想到。 沈茵茵那个贱女人，再敢骂沈茵茵一句，我就把你的嘴缝起来。望言怎么这么在乎沈茵茵？他真的只把我当嫂子了吗？三叔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明明是我亲手牵线的联姻，但只要想到沈茵茵会跟他在一起，我。
竟是这般的不舍。当务之急，还是先找到小傻子。他和顾晨在包间是吧？顾总，别来无恙了。让你查的人怎么样了？果然是问题念完。月城呢，常住人口500万，再加上流动人口，在这么大的一个城市里面，想要找到一个人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而且，您说这人他要是改名字了呢？宁儿，你喜欢我给你取的名字吗？喜欢，念婉，念婉，我这辈子都要叫这个名字。不会，他告诉我，他只会叫秦念婉。我家老大疯了才会做你的小傻子秦念婉。这样吧，您给我一周的时间，您提供的信息实在太少了，还请秦爷见谅。三天，我尽量。我尽量。三天后，我老大可就远走高飞了，要你掘地三尺都找不到。秦望言已经开始怀疑我了，今晚不好行动，只能等明天送仔仔去上学的时候，趁机带他离开。对不起，我们尽力了。一个孩子顺利出生，另一个孩子没气了，是个死胎。您好，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。IP 地址是天目山庄，这不是伪温泉庄园吗？会和八路小少爷有关系吗？难道他是我的另外一个孩子？你妈把我妈咪没有回复你吗？他在跟踪我的 IP 地址，要是再不关机，就被查到是我发的信息了。那你就站在他面前说你也是他宝宝呀。不行的，妈咪她不喜欢我，都怪我不好。要是我跟你一样健康，妈咪是不是不会讨厌我了？妈咪肯定是误解你了，她是知道你高智商是个学霸，还会编程写代码，她肯定会喜欢你的。可是他说过他不喜欢秦家男人，仔仔你还是听妈咪的话，别跟我见面了。我才不要呢，我总之你别伤心哟，我会让妈咪喜欢你的。嗯。那孩子秦望言的另一个孩子吗？望言，我带小宝来看你了，他可是一直都很想你的。昨天还不让我住别墅，但有小宝在，他一定会让我住。小宝，我不是你。他也是你孩子吗？哟，沈茵茵，他不是望言的孩子，还能是你的？你都要嫁给子轩了，还来招惹望言？这样挑拨叔侄关系还要不要脸？怎么，你是觉得你已经可以替秦望言教训了是吗？赶紧给我滚开，没人稀罕他。他就这么嫌弃我？臭女人，把我弟弟还回来！小宝，我一模一样的鲤鱼吊坠，5年前我买了要给我的孩子的，他怎么会有啊？这个吊坠是你的吗？这个吊坠真好。哼，你的爸爸我要抢走，你的东西也是我的。妈咪给的。这个吊坠谁给你的？妈咪给的。贱人，你想弄小宝做什么？望言，
他当着你面都敢伤害小宝，谁知道背地里又会做出什么事儿？莫言，你真的要将包肉交给他吗？我没有，我没有要推小宝。小宝，贱人，你又想对小宝做什么？见不得包肉就想讨好小宝，告诉你，没门！行了，莫言，难道你还要护着他？他，你闭嘴！小宝，这个项链到底是哪来的？妈咪给的，还不是呢。这个吊坠原来是被你偷走了，还给我。秦般若，好漂亮。我会变得跟仔仔一样健康，请你别不要我好不好？和仔仔一模一样，他就是我的大宝吗？这个鲤鱼吊坠分明是小傻子留给孩子的，根本没有多少人知道。沈依依怎么知道他是小傻子？自从五年前那个傻子死去后，方言从没拉过女人的手，他这是喜欢上沈依依了。沈依依，你身为子轩的未婚妻，你还跟孟言牵手，你要不要脸？是啊，秦爷非要我牵未来侄子的手。我后悔了，我要取消沈依依和秦子轩的婚礼。太好了，取消婚礼，那秦沈两家的联姻怎么办？孟言，联姻的消息都已经放出去了，出尔反尔，岂不是让人看秦家的笑话？就算秦子轩不能和他结婚，秦家还有其他男人。秦家失婚的男人就只有子轩，那还有就是你。你不会要娶沈茵茵吧？不行！你疯了，你放开我。我疯了，你等会儿就知道。把两个小少爷带进。是。沈茵茵到底给孟言灌了什么迷魂汤，居然这么护着他？想嫁给孟言没那么容易。五年前我能除掉小傻子，五年后我也照样能除掉沈茵茵。给我安排个人。变态吧！你干什么呀？我前妻身上三道疤痕，一道在脚踝上，一道在掌心，还有一道就在胸口上。上次中药我没看清楚，这一次我一定要看得清清楚楚。秦爷，你是一张大脸，看谁都像你的亲戚。有病就赶紧去治病，何不是秦爷来的事？认识他，快走！他这辈子都不行。你是不是白露？做个 DNA 检测就知道。顾晨，帮我安排一下出国的机票。今天晚上我要离开月城。秦梦妍又发现你的身份了？我没承认，但是难保他不会查出来。带着仔仔出机场，我想办法把班若接过来。好的，老大。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沈茵茵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还是你爷爷，若不是你的公婆找上老宅，我会去学校接易涵。我哪来的什么爹？仔仔没有爷爷奶奶，赶紧把仔仔给我送过来。就是他，我五年前的老婆。就是他，我五年前的老婆。你敢踹我？你，这才五年你就不认识我了啊？五年前你中毒摔下山崖，是我救了你。你为了报答我们，
自愿以身相许，谁知道啊，这臭婆娘，我娶到她过了没多久，就勾搭上别的男人，还怀上了胭脂。原来这就是沈怡找的乡下野男，生父不明，这沈怡涵真是个野种，怪不得不认这个新老公。这要是让秦家知道了，肯定要解除婚约啊。沈怡，你嫌贫爱富是不是？还想跟豪门联姻？我告诉你，明儿你只能是我老婆。我根本就不认识你，滚开！你等我，就算你怀了野种，我还是不计较好吃好喝的供着你。谁知道你丈夫骗我说去打胎，结果一走就不回来了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。我告诉你，你休想走。沈爷，你给我回去好不好？你跟我回去，就算你怀了别的野种，我也不在乎，我愿意做继父的。我不知道你到底是谁派来的，但我告诉你，造谣是要吃官司的。你吓唬我是不是？娜娜，你报警啊！自己做过的事情不承认了啊？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你大腿内侧有一颗黑痣，还特别喜欢让我舔的。是谁打的老子？他大腿内侧有颗黑痣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他大腿内侧有颗黑痣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沈茵茵，京城第一名媛，虽然生过孩子，但家产万贯。只要你咬死五年前侍女舅，愿意娶她，替她养孩子，从此以后，她的家产就是你的家产，她的野种也会孝敬你。我可没有说谎，你要是不信的话，就让沈茵脱下裤子来，掰开大腿让大家看一看。这种垃圾也敢羞辱我？谁派你来的？她是我老婆，我当然得来。金州，把她给我带去警局，好问清楚。我倒要看看是谁污蔑谁。是，我没有污蔑她。大哥，你不要送我去警局啊！我没有污蔑她。你没事吧？没受伤吗？谁是你？哎！天哪，敢做秦爷！这沈茵茵死定了吧？大事情，马山，我知道。你要去哪儿？你的保镖兼司机，我开车送你去。啊！他过去就看见崽子的脸了。不用，不用。小姐好酷啊！爸爸不好了，仔仔被带去沈家老宅了。看，这是我根据他的手机定位查到的监控录像。爸爸，仔仔是不是要被抓走了？臭小子，这手机怎么开？是我的东西，还给我！啊！臭小子，你敢踹我，我不烫死你！啊！起来！大小姐，老爷有令，让你先去找他。滚！手，谁弄的？沈茵茵头烫我。他敢打我，我做爷爷的教训一下他，怎么了？倒是你，沈茵茵是吧？哼，我老胡家不养野种，等一下就把他送走。你跟我儿子必须在一起，再生一个。是不是大爷？我警告你，离我儿子都远一点。你告你一条生路。你敢打我？老太婆，我们一起弄死你臭小子！仔仔。妈咪在，妈咪送你去医院。秦爷，你是为两家联姻的事而来的吧？你放心，我一定处理好那个野男人。
沈茵茵这个逆女啊！沈一涵，你个小兔崽子，你怎么在秦爷车上？你叫他什么？沈一涵，他是我儿子秦般若。啊，这长得也太像了吧！这长得也太像了吧！像，般若和崽崽是双胞胎，怪不得我之前会认错人。崽崽现在在哪？在家里屋。这位还在爷爷奶奶啊，给他亲亲。怪都怪这个沈茵茵，找了个乡下野男人，捅出这么大娄子。乡下怎么了？他生过孩子，我还没有嫌弃呢。生下的还是个野种，我只不过是教训了一下这野种，他竟然敢打我。沈老爷子，您可得替我做主啊，这医疗费最起码得给个10万吧。哎呀，老头子，沈茵茵和孩子在哪？说，他抱着孩子离开了。应该要表示去医院了。医院，潘若，你查一下附近最近的医院在哪儿啊？好的，爸爸。潘若，麻烦你给我看一看清楚。是。仔仔，妈咪找到大宝了，阻止你们相认是妈咪错了，一定要醒过来，妈咪只剩下你跟大宝了。老大，老大，仔仔他，仔仔没事了，仔仔从小学习跆拳道，能一个打三个。从小身体倍儿棒，不会有问题的。老大，你受伤了。你别担心啊，仔仔肯定会没事的。依依，你放心，以后有我在，没有人能欺负你们俩。你别碰我。医生，别担心，小少爷只是昏迷了过去，等他醒来就没事。秦爷，秦爷，崽崽不是你的孩子，你可以走了。秦爷，崽崽不是你的孩子，你可以走了。茵茵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对我？你为什么一定要隐藏自己的身份？你觉得我感觉不出来？我隐瞒你什么了？你前妻，秦爷要是找不着前妻，就认命，不要随便叫一个女人就来当你前妻。顾晨，要命啊！老大这马甲该不会藏不住了吧？秦爷，您是想问秦天王的下落？还没到三天。你刚才叫他什么？老大。原来一直茵茵是让你来隐瞒身份啊？我靠，这就猜出来了。秦爷，是这样，我和沈小姐马共今天才见面第二次，我和她根本不熟，我又怎么可能帮着沈小姐欺骗秦天您呢？沈小姐，在。小少爷他这会儿需要妈咪的身边陪伴，您快去陪孩子吧，我先走了。秦爷，你干什么呀？我很关心崽崽的状况。沈小姐，就算我们是朋友，你也不能拒绝我关心孩子吧？不用了，跟你不熟，还请秦爷遵守约定，远离我的儿子。爸
爸，我漂漂亮的 DNA 检测报告我拿过来了。你就是班若的妈咪。妈咪，请你别丢下班若好不好？班若会听话，乖乖吃药。班若，妈咪没有不要你。五年前是妈咪对不起你，没能把你一起带走。对不起。我。跟我回亲家，我和孩子都需要。谁要做你妈妈？五年前你就把我当做夏婉清的替身，五年后了你还要做？我根本就不喜欢夏婉清了。不喜欢他，你给我取名叫念婉，思念你的婉清了。哇，爸爸好渣，妈咪我不要他了。好，妈咪只要你的仔仔。妈咪，仔仔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你啊，走。妈，秦爷，那个污蔑沈小姐的男人招了，是夏婉清指使的，目的就是为了搅黄秦氏两家联姻。妈妈，是夏婉清告诉你我喜欢他的是吗？不是的，我给你取名念婉。是因为奶奶晚上捡到的你，跟夏婉清没有任何关系啊，妈妈。真的，是夏婉清骗了我。算了，不重要。你不是要跟我离婚吗？不是你要跟我离婚的吗？不是你要跟我离婚的吗？方言刚打电话说有份协议需要你签名。夏婉清让我签离婚协议，说的是你的要求。哎呀，夫人，这秦爷一直想跟你举办婚礼，怎么可能跟你离婚呢？肯定是夏婉清轻功过人，太可恶了。当时知道你出了车祸以后，秦爷立马从机场赶了回来，这但你已经不见了。当时我那个时候我是想去找你，我想问你为什么不跟我结婚。是夏婉清安排的车，所以后来你紧接着就出了车祸。秦爷，在知道他是伤害夫人的幕后主使后，我就派人去抓他。但是他是二爷的妻子，二爷当时是想让你帮忙照顾他和小宝少爷，那这事儿……所以秦小宝不是你们夏婉清的孩子？当然不是啊，和我有过关系的就只有你。报警。依法处置，断绝跟夏家的一切联系。小宝会亲自教导的，从今天起他就只是秦家的孩子。明白。联姻，我想给你补办一场欠了你五年的婚礼。哎呦，这可是名贵珠宝，价值连城，一千五百两被克制了。来，快点去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哎呦，这个礼服990克钻石，这少一颗夫人都不会跟秦爷结婚的。小心点，去去去！哎呦，哈哈，小祖宗了！那个，今天是你爸我妈大婚的日子，你们两个不能乱跑啊！白若不肯喝牛奶，我这个当哥哥的为他健康着想，当然要劝他喝啦。哦，仔仔才不是哥哥，我是大宝，我才是哥哥，我比你高，我才是哥哥。仔仔，你踮脚了，我踮脚也比你高。小祖宗，你们两个都这么喜欢当哥哥呀？当然呀，当哥哥可以保护弟弟呀。秦处理，我是白若的哥哥，对不对？妈咪说了，我是大宝，我才是哥哥。哼，我不信，我要去找妈咪。好啊，我也去。小月。太好了，你们两个都在，
顾晨叔叔给我们买好了机票，我们现在就出国，好不好？ 熬夜可以坐飞机啦！妈咪，今天不是你和爸爸结婚的日子吗？不结啦！不结了，有娃有钱，单身万岁！秦爷，拜拜啦！来，石英，石英，恭喜我，这可是好款项啊！停车，停车！男主夫人，今天这婚必须结！